十八三二，这一次小雨也很宅啊，没办法玩。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在里面。仇恨对啊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。仇恨值超高。对啊，掉落排行王，倒霉鬼呀，杨洋，杨洋，没有你十几次就倒霉鬼，六次。六次就算倒霉鬼，好惨哦，好猛哦！我最近聊的时候，那个允月他才死一次，是不是？他就把我们绿宝石全部都喷掉了。对，哇塞，没有全部啦，一半而已啊，没有全部，我还有也蛮多的啦，一半，那个一半是指一组吧？没有，三十颗啦，三十颗啦，也是很多啦。原本要亲你们，然后死掉，然后说，怎么刚好就是喷那个？怎么刚好两个倒霉鬼？怎样？矿工放技能会虚弱？会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如果是放技能会虚弱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哦，那就是哦，那是你按到技能，那是技能，没事。他技能是这样，那个附近飘，然后你自己附近定住啊，你飘起来，然后你会虚弱。好，没事。好，啊，那个哈基，那个，你有在里面加个奖项是地狱之心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啊。哦，因为我刚刚繁星连连的那个东西啊，剪完之后突然有一个地狱之心在身上。啊，没有吸到啊？真的假的？我刚好吸到一颗。然后我还在找有没有黑曜石可以拿来做烽火台。烽火台，烽火台呀、啊！做个跑速嘛。啊，跑超快。对啊，想说那颗是怎么回事？可能是刚好结束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刚好捡到这样？对，应该是刚刚好。哦，熊，你的背刺没感觉，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发生出来，不知道有没有触发到。要隐形的时候，然后你自己会有一个下面应该会有显示，就是你那个下面那条比较小条的线，那个叫什么？Action Bar 那叫什么？我不应该怎么形容？就是它页条上会不会有个经验条上面那个讯息栏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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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会有。对，会有写，会有说被刺之类的，会会会，刚刚有、哦、有刺到一次，好酷哦，没什么用，没看到过，对，就不晓得画面有没有，然后一直看那个物品栏，看你自己有没有力量，一直打开，一直打开啊，右上角你那个应该会跳啦，会有一个那个效果。Okay, okay.好，那我就让观众进来重开好喽。好。让我去厕所。嗯。好、哦，我们是绿队红队红。绿队啊。绿队啊。绿队啊。这次我要玩刺客。哎呦。哦。我要发挥刺客最大的精神。什么精神？哎呦。天天去攻击。哎哦、你说去打人吗？中午也是对，天天去背刺，天天背刺。没有，中午不行，中午没有力量，没有那个。哦、可是你们装备太好了，你们连中午虚弱都还是很痛。我他们巧克力的剑士真的很强啦。对啊，我真打不过啊。功力是，因为巧克力的剑士全身防护是。哇！你知道我刚刚锋利五的剑砍下来是一滴啊？对啊，就他那个经验给真的很多啊！我蹲个一下就全部都可以有大家。对啊，我三套，我三套装备是保护三以上。嗯啊，所以我觉得等一下观众场应该会很硬哦，他们会很凶。嗯，他们的装备应该会很好。你现在有办法马上调吗？还是没办法？没办法，你要改那个 function 的。不得、哦，不行，我接取不到。看能不能麦克之后出一个系统，是在游戏里面改程式、改 function、改 function 的。对啊，其实感觉好像应该是做得到的，只是要可以做得到，模组都可以做到。泱泱直接选矿工。嘿，我要宅在家里。宅没有宅在家里是这样这个，没有我宅在矿洞里。他宅在家里有压力，他宅在矿洞比较没。对对对，矿洞才是我的家。我比较喜欢钻洞。哈？没事。原来是钻洞哦。Okay, 你又想开火箭哦？然后。我已经到月球了呢。哦哦哦，刚刚是不是有什么卫星经过你旁边啊？我看到黑洞。哦哦，
哎、欸，所以黑洞那个到底是怎样啊？我其实搞不太懂。那胃镜吧。就是科学家研究出，因为黑洞它是一个洞，正常来说它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反射，所以你得看不出它的形状。它连光都不行。但他们利用了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侦测出黑洞应该有的形状。就是、好像可以显示它周围的电磁波。应该是说，人类第一次观察到黑洞。嗯啊，在离地球不知道多远的距离、嗯，第一次观察到一个黑洞，那个距离就像是在地球看到月球上的一颗棒球的那个距离。哇，太远了吧！哇，所以才会，所以才会这么大家这么开心说啊，看到黑洞了。哦，太难看到了。嗯，好猛哦！厉害，月球上哇，在地球看到月球上的一个棒球，一颗棒球的东西，一个不是棒球，那个、这样太多远多小了，哇，只有那么模糊的照片也没办法，因为真的太小了，太远，5500万光年的距离哦，哇，超远，光要走5500万年，你就知道多远。其实我们看到的黑洞是5500万之前的黑洞，之前的黑洞，哦、好久哦，超久的。哇！答，我们瞬间科普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看我们的台也可以知道一些小知识啊。看台长知识，很棒，知识啦。嗯，这才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在封那个黑洞，就是因为太难得了。只是我看到有些迷因为什么会拿黑洞的图来弄啊，我不太懂。它会变梗图啊，看不懂、啊，就是大家都不懂啊，为什么你要做黑洞这样子？哦，看不懂黑洞，所以只好拿黑洞了。原来如此，大家都被吞噬。不是有被用成什么那个势力的哦，梁势力的。哦、oh, yeah. ，对啊，天桥，有各种啊，变成天天圈啊。我就看到黑洞娘。啊，打这个也很有娘了。有。哇塞，就各种的都有啊，但是嘿，就是这样。嗯，觉得厉害。嗯，所以是合成出来的图哦。哦，嗯。黑洞观测是透过地球上17个不同的观测站进行捕捉，就他们说合成起来的，它不是同一个、嗯、哦，每个人拍一部分这样。据说台湾建造的有三个，哦、你们这么多建造跟资助，就赞助的有三个，嗯、有点多哎、欸，有点多。哦，哇，那简单来说这样子，如果月球上有人洗澡的话，我们都看得到。超模，你是想看嫦娥吗？你要看嫦娥洗澡？对啊，黑洞就是在地球上的一个小棒球啊，那表示那边有洗澡也看得到啊。那你要等很久哎、欸，你要等好几百年之后。对啊，你看到多久以前他在洗澡？等我们看到的时候，那个人可能已经黑。可能变成老妖怪。月球还蛮近的、啊，月球很近、啊、久月球可以的，它只是比喻那个距离跟大小而已啦。是老了是吧？看到我都已经老了，已经是老妖怪啊！对对对，什么？你可以说的尊重一点啊！点点头，不要乱讲话哦！哥，你要割你耳朵？我没有说他就是那个、啊，等一下、啊，哦、oh. ，我没有说他。有没有感到背后凉凉的？哦，凉的，也不是这样。有没有感觉耳朵少一个？要少。有没有感觉这耳机好像卡不住了，掉下来了？耳机掉了，天斩了！先叫救护车比较快啊！叫救护车了，太可怕了！看一下我玩什么？我死亡几率要不要高一点啊？好啊，已经感觉34%是怎么回事？六。66%保存啊，66保存，66。好，66。哦，66大顺，可以啦。好可怕、啊，那么多就要刺激一点啊！对啊，我们的矿工这么多。我想当矿工。我们矿工有几个啊？4个矿工。刚好一个洞啊，一人一个洞，总共不错哎。不厉害，不厉害。哦，总共只有3个洞啊。一个去对面挖，一个去对面。我当游侠好了。怎么这么多矿工啊？没有错。矿工要不要猜拳一下？谢谢。那我玩姐姐好了，玩过。洋洋，你上场的矿工，你没事啊？玩玩别的。哦，他妈你干！我天！你想玩什么就玩啊！白金，你是想说你可以尽情的玩？
刚那个，不是刚刚声音不是你吗？耶，哪有？这刚是你对语言的那个理解有点神奇耶。所以刚刚嗯是谁讲的？喂，白痴哦！随便发出声音啊。所以是你没错啊，随便发出声音就在骂，就你呀、啊，没有，还这么凶，哎、欸，听者有意好不好？繁星，你不要在那边带风向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还没选职业，等一下我再问怎么怎么，还什么还什么，还在玩，快选，一堆人也没选，哪有只有我？突袭者啊，奇怪哎，我想当突袭者，你也不错啊。是啊，不错啊。留一下，刺客只有一个、哦，那我来往上看好了。刺客，刺客，啊，还缺什么？我们什么比较多？矿工，矿工最多。矿工很多，就三个洞啊。还有什么？一个人，一个国家就三个洞啊。国家有三个洞哦，杰克。洞。谁？你有三个洞？哇！你有三个洞，我都希望到。哦，对的。那你可以来结界师啦。我不要。听说手很忙，我不要。手真的很忙，手超忙，真的。守护者几个？一个。谁？我。Jerry。Jerry。我陪你。我还没玩过。我陪你。来来来，叫我就可以玩字幕字幕了。守护者真的是有人来进攻你才有事做，真的。可以的，关键是两个都没在干嘛，两个都没有，两个都没有出盾出来发光啊。对啊，人你们可以互相浓经验，这场经验更多。嗯装备就靠你们了。好的，那就来啦。嗯，好，全部。开始 ，Go！ 游侠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太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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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多了，我还没冒冒，哎，我的镰刀一开始就不见了，可恶！好，我要先打木头，我先划一下，我要直接先去放陷阱。嗯，我今天没划。先放陷阱。这姐姐是最常用是什么？看一下。看你的想法，回复也不错用啊。对啊，嗯。然后如果有很多弓箭手的话，你就可以那个、啊、抗箭矢。我要整铁。我前期是挖掘家，是怎样？得矿工。谢谢。挖掘家真的可以打架。我只是想玩子母子母，为什么网路不给力？明明可以看台，我的说没上据点。感谢多内，收很多人在那边互相抢食了。你说矿工吗？收干嘛？耶！感谢二零，没有，直接盯着他看，他就会给你东西了。盯着给你哪里？看到他是压力大，你的压力大，我相信你会给我的。海陆城市的白痴喽，感谢1500块，铲铁侠，干爹，我先谢谢啊，感谢，先谢谢啊，不是，前提是你要挂着不动，我现在就守护者都没有动，在玩手游。哇，有没有很赚？集体挂机，有没有很赚啊？对啊，作为守护者的我，感谢老师。我们全部都挂机了，我们全部都挂机了。我要挂机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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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要挂机了，挂机了，我挂机了，我在这里不要动了，我挂机了，挂机了。引起众怒耶！我让一起挂机。对面的汇款过来，我让你们赢游戏啊！哇，两边都赚，好爽哦！竞价，竞价！哇，这个会一个人赢游戏没有办法，要会十个人啊！你要全都会，要收买就要买整坨。对啊，没有买一半的哦。对，买一半没事。我需要一些青金石跟红石，一些青金石。二零三个，哎，算了，好，有三个铁就好。中午了，感谢刺客，刺客，刺客。我觉得太阳。我觉得太阳好大，我走不动了。啊，好累！你那是吸血鬼吧？哎、欸，有道理哦，还会晚上会隐形哎、欸。
吸血鬼会受伤。刺客为什么中午会虚弱？因为他衣服穿很多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斗篷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好可怕哦！什么东西好可怕？你那太快了，好可怕！这个什么太快了？哇，杰克好快哦！哇，杰克太快了，好可怕！杰克三个斗，你也好怕，反正你还多。我听不到你说什么，一下子就跟洋洋那边玩了啊！我舍得了啊！我要绝结界了。等一下，杰瑞，你讲什么话？我听不到啊！你也很多，我做帽子哦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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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，我浪费五个铁了。嗯啊。哎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除草大师啊？啊，对呢，我去，我去，只有我在除草，好吧？把铁矿洞前面的草都除掉了。只要你们除草的话，你们可以呢，你们可以就是用剪刀剪，不是吗？把它剪下来，干嘛剪啊？就是可以做一条路啊。等下放他们家吗？哦，哎，好聪明，我要这样玩了，我要这样玩了，我要来这样玩。我以为你是要剪哪里？